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战线越拉越长，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。在日暮途穷、面临崩溃之际，更加狗急跳墙、穷凶极恶地屠杀中国抗日军民。六月，日寇准备发动蓄谋已久的浙赣会战，星师十四万会攻衢州，打通浙赣线。而此刻，浙东地区的日军利用占据的港口，源源不断地从日本本土输送物资和兵员，而浙东嘉海地区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枢纽港口。你知道你的代号为什么叫风信子吗？我只知道是工作序列代号。你是大日本帝国的特工之花，浙东嘉海地区是一个很有战略性的位置，对于我们今后抗击盟军的进攻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将军，您是要让我到那里去？你去了以后悄悄地住下，最好住在东海客栈。东海客栈？浙东嘉海位置重要，日军已开始秘密建筑海防要塞，今后你要到那里活动，接受英武的指挥。铃木，嘉海在浙东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，如果一旦美国人来进攻，我们这儿有可能就是第一站，因此方面军司令部严令我们加速海甲三号工程建设。大佐阁下，要想保证海甲三号如期完成，你就必须清除掉一切隐患。为了配合你的行动，方面军总特务机关会派风信子来协助你的工作。哦，风信子要来这里？好，不错。石班长，早听说你是个神枪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季馆长阁下，过奖了。你的枪法是在哪里练成的？我以前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干过，那里有枪房，天天苦练，才有了今天的好枪法。石班长是我见过的中国人里最有头脑的一个。您过奖了，跟铃木中佐比起来，那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来，您里边请。哦，您看看想吃点什么，我到后边帮您收拾客房去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小妹，不急不急，我先问你啊，这家老板娘去哪儿了？哦，你找我们老板娘啊？是。小兰，你这是和谁呀？小兰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我听见你和谁吵吵呢，我就出来了。别管，有我呢。舅妈，你是？舅妈，你是？我是阿根啊。哎呀，你是阿根啊？啊！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阿根。哎呦，你说说你，你这五年多都跑哪儿去了？你害得我满世界找你。哎呀，你说这兵荒马乱的。舅妈，你看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好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别站着了，我们到里屋说话。哎，走，进去说。来，来，舅妈，慢点。哎，慢点。来，吃点菜啊。哎，水生呢？他在后边呢，我给您叫去。去叫水生去。阿根哥，慢慢吃啊。来啊，快吃啊，来尝尝这个。来，水生，阿根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这次回来啊，就不走了。那太好了，你回来，我们都有主心骨了。舅妈，
咱们这客栈也太破旧了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把咱们的总业弄得红红火火的。等装修好了，到时候好好热闹热闹。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呦，阿根呐，您是本镇的刘会长刘老爷吧？你是少东家，少东家呀！哎呦，哪里哪里！恭喜恭喜呀！以后还承蒙您多多关照，刘会长。好，好，里边请，好说，里边请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好。哎，刘老板，吴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里边请。哎，好，请请请。哎呦，这不是金老爷吗？我现在是本镇的保安团团长。哟，那恭喜恭喜！好，谢谢谢谢。三姨太，三姨太。哎，刘团长，急什么？一会儿就到了。干干，让开让开，干干干干。你搞什么鬼啊？全屋的人都在等你呢。哎呀，小的在这儿见过刘团长。哟，你是陆阿根？呀，刘团长，你还记得我？那小的感到荣幸之至啊！少来这套客气话，消失五年，你小子可混得有模有样啊！哪儿的话呀，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啊！好说，好说。刘团长，三姨太，里边请。哎，请。刘团长，三姨太，你们掌柜的呢？哎，老太太马上就回来，您先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我帮你拿。哟，不错呀。哎，哟，哎呦，刘团长，今天你好像是主角啊，来的有点晚了吧？啊？哎。这位小姐是谁啊？上海名媛纪霄云，现在是我的三姨太。哎，刘团长，还是你厉害。您有事儿先忙着，我还有几个老朋友。行。哎呦，赖队长，哎呦，光临小店不胜荣幸啊！啊，你小子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良民证，拿来。赖队长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人家今天请客吃饭，你闹这一出。这是东海客栈少东家陆阿根。刘团长，我呀，知道自己是块什么料。本来在外面做点小生意，赚了钱啊，自己娶个媳妇。可是想的倒挺好，出去混了五年多，差点成了乞丐。这不，又厚着脸皮回来求舅妈收留我。谁他妈是你舅妈？这家老板娘啊，于张氏，就是我舅妈。刘老太爷，您跟我们讲两句。好，各位啊，安静安静。在我们开吃开喝之前呢，有请我们的会长刘老太爷给我们讲几句话。好，诸位同仁，各界绅士，今天是东海客栈重新开业的好日子。在东亚共荣精神的感召下，我们欢聚在东海客栈。本人作为一镇之长，深感欣慰。我就不多说了，下面请大家品尝由东海客栈少东家为大家准备的海鲜大餐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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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百大祥绸布庄是这儿啊，为什么关门了呢？哎，请问您是这个绸布庄的老板吗？是啊，今天不卖货，您先到别墅看看吧。对不住了。哎哎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都说今天不卖货，要不急明天再来吧。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是来上货的。什么货？东海老酒，五年的。哎，没有，只有一年的。那也凑合了。进来吧。你是新来的同志？嗯，我是交通员阿英。您是左特派员？是，我叫左思明。徐部长和我说过，他说你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，很有水平的。哪里，能同身抗日，保卫祖国，解救数万人民脱离水火之中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。可是事情总要一步一步来。特派员，千万不要叫我特派员，你要记住，这里只有左思明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嗯，这个绸布庄是我党秘密联络的交通站，你在这里进行接应，你以卖烟女人身份在这里行动，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。嗯，好，我明白。卖烟卷嘞，他的门三炮台，哎，小姑娘，来几包烟。您抽什么烟？我不会抽烟，我给客人预备的。陆老板喜欢什么烟自己挑嘛。啊，这个烟怎么样？有东海老酒吗？我要四年的。没有，只有一年的。那也凑合。你是阿英吗？下午有个拿三炮台香烟带袖标的警官和你接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就这几包了，多少钱？陆老板，你是老主顾，回头再说吧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哼，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啊。哎呦，嘿，欢迎啊，老总，吃点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吃？你当我要饭呢？哎呦，你瞧我这记性，这不明明过了饭点了吗？少啰嗦，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？我可不是当街巡警，我是警察局特高班的。看清楚。哦，啥特高啊？电线杆子特高，还不是往那一戳，不当吃不当喝。你说什么呢？乡下人没见识，胡乱说，别介意啊。来来来，楼上雅间喝茶。走，慢点啊。嗯。哎，里边请。嗯。三炮台，这可是好烟呐。我这有老刀牌的，要不要？你懂不懂啊？警察是最忌讳老刀牌的，只有枪决犯人的时候才给犯人吸老刀牌，然后就去见阎王了。这我该死，下次啊一定给您预备三炮台。哎，那十支装的好抽吗？我只抽二十支装的。好，下次啊一定给你准备。同志，你好，我是新来的联络员陆阿根。我是情报员海奎。我还奇怪呢，怎么编了这样一套暗号？看来编暗号的同志对烟很有研究啊。实不相瞒，这套暗号是阿英同志编的。啊，怪不得。哎，你跟阿英很熟啊？他是徐部长直接派过来的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只和他联系。今后的情报由我来负责，一般由阿英同志来传送，在紧急情况下我会启用第四套联络办法。哦，哎，还有其他同志配合我们吗？有，武工队队长小何，他会及时配合你的工作。是他呀，他可是位传奇女英雄啊。
人是不是在等我呀？我知道你是特务队的人，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我，否则我就让你身首异处。大姐，只要饶小的一命，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。特务队最近要干什么？我只听说赖队长要行凶。到哪里行凶？大奥村。多少人？大概有一个小队，另外还有一个保安团的大队。狗汉奸，去死吧！这位大姐啊，你要买东西吗？我是来买酒的。可是你这不是绸布庄吗？哦，我们这也有烟酒。哦，那我想要一瓶5年的东海老酒。没有，只有1年的。那也凑合吧。好，跟我来。来。你就是武工队长小何吧？你是交通员阿英。嗯，小何姐，人称一阵风。小女子仰慕已久了。你怎么也来这套？小何姐，您这次来有什么事儿吗？特务队一个小队，保安团一个大队，近期要到大奥村去扫荡。是吗？嗯，有这事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有没有别的颜色呀？这个，哎，刚才在大街上看见那些鬼子，伤得可不轻啊！他们一个个在那儿哭爹喊娘呢。这是他们自找的，不好好在自己地盘待着，非要出来霸占别人地盘。我听说本来游击队还想活捉几个，可是那熊队长就是不让。现在活捉他们没用，要等待时机。来坐。混蛋，这次进山围剿游击队失败，全是你们特务机关情报不灵所致。如果长此以往，我要向上级打报告，撤换你的机关长职务。嘿，大佐阁下，请息怒，是卑职疏漏，我一定会追查情报的提供者。还用追查什么？都是你的手下无能，结果是情报不准，消息不灵。我怀疑他们对我们不是真心的。这我们制定的以华制华的政策，对此我还是有信心的。我不喜欢说大话的人，我要看你的实际行动。嘿，我叫石忠义，是警察局特高班的班长，奉命过来问一下你的情况。你不是在宁波吗？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？我在宁波举报了一个女共党，被他们追杀，只好逃到这里了。你还有什么重要情报？有一个，不过不太确定。说说看。你们这里有个卖烟的姑娘，好像是共党的交通员。有证据吗？没有，要不早让日本人抓走了。你还知道中共其他的情报人员吗？不瞒您说，我只知道卖烟姑娘的线索。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，有什么重要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好的，石班长。站住。啊，在山里待过。在山里待过有什么奇怪的？我经常上山砍柴挖笋，我一待就多半天呢。我说的是东沙山新四军游击队的营地。哎，这位老兄，那游击队是干什么的呀？吃的还是喝的？我不明白。少跟我装洋蒜，那你就跟我闹。知道的太多，没好处。太君，
哎，这么晚了，着这么着急，把我们叫来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吧？废话，没事，我找你们来干嘛？太君，要是有什么吩咐的话，你尽管说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办的。混蛋！你们装什么糊涂？前两天，城门有两个皇军士兵被杀，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？太君，这事儿可不是我们干的呀！要是你办的，你还能活到今儿个吗？姓赖的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怎么？不要吵！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。过来。为了更好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司令部决定对你们的特务队和平军进行扩编。现在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到大街上贴告示。是，太君。下去。是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儿好。哎，队长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都别愣着，去给我招人去。哎，去，快去！哟，这不是赖队长吗？这不是刘团长吗？太君的命令，我哪敢怠慢呢？行，好样的，兄弟们，把桌子摆这儿，把告示给我贴上。哎，哥，怕什么好呀？啊，这一大清早的就骂孩子睡，我这不有急事吗？有什么急事？他们在门口招汉奸呢，你小点声，别让他们听到。准备好吃的，咱们一起出去看一看。走。啊，是啊。哎，队长，您有何吩咐？这都他妈大半天了，咋就没人报名呢？人呢？是啊，怎么连个报名的人都没有？你他妈问谁呢？我问你呢？人呢？不是队长，这不都是人吗？队长，哎。啊，这位爷，小的是来报名的。还不错。听我的，去那边。啊，哪边？那边那边，就这边。好，那边。刘团长，我就感觉很无聊。你我都是给太君办事的，都是给大日本皇军招收弟兄的。你看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？你弄两个人站在街上挡我的人，我那怎么弄啊？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哪挡你的人了？啊，在这大街上的人都是你家的，写了吗？写字了吗？哎，你说你没点正事儿就最好，别没事找事儿啊。哎，赖先生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认为我招的人比你多啊？你眼红啊？我眼红了吗？你让你的弟兄站在那儿拿着枪，指着这些人到你这儿来报名，我眼红了吗？哎呀，赖队长，我告诉你，本团队招人呢，得挑挑。再说，我这叫边巡逻边招人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哟，队长，您是怎么了？气成这样？哎，队长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他们去忙你的。哎，不是，队长，你消气儿。跟我吃饭去。哎，好嘞，走，吃饭去，走。赖队长，
这些是你找的人吗？是是是，太君，这些都是我找的。太君，太君，太君。不错，很好。这都是太君您的。刘同志，你找的人呢？报告太君，我的人都在这边呢。这不是黄喜剑吗？啊，是我太君。他们都是你的老部下，哪里有新来的？太君，我是新来的。去！太君，您不知道这一上午，所有的人都被他赶到他那边去了。弟兄们，有这回事吗？没有的事儿。太君，我们都是心甘情愿跟着赖队长，绝对是义不容辞。是吧？是。行，好，说话呀，都哑巴了。是太君，是他们用枪把他们给逼过去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这姓赖的，就是破坏皇军组织。你少放屁！你没能耐就说没能耐。你们俩还没有吵够，我都听够了。刘团长，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。下午之前，给我找10个人上来。是。如果你能顺利完成任务，我就会给你奖赏。什么赏不赏的？能为皇军效力是我刘茂的光荣。如果你完不成任务，便是奖赏没有，你就等着吃苦头吧。一群废物。阿根，这生意怎么样啊？快到月底了，我是不是该分红了？哎呀，三姨太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现在的生意啊难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赖账是不是？哎呦，哪能啊！您那份儿，到时候肯定少不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想盘个铺子，你消息灵通，你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好一点的。临街的茶馆生意很好，老板有意出让，如果盘下来经营呢，获利颇丰。那既然获利颇丰，那老板怎么还急于脱手啊？这不是因为家里遭了难，等着钱用吗？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三姨太，有事您吩咐啊。嗯，好。今天借刘家大院这块宝地，召开治安特别会，邀请诸位共商治安大计。刘某，既为本镇镇长、渔会会长，自卫团长，维护本地的治安，责无旁贷。阿爸，啊，太君还没说什么呢。啊，我是。我看这家海的治安还得靠我们特务队。哎呀，这特务队的情报好像从来都没灵过。特务队的情报好像是有点那个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冲着我来了是吧？哎，喜剑呢？哎，三姨太，你在刘团长手下算是最得力的一个了。今天我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，办好了有赏。嗨，什么赏不赏的？三姨太只管吩咐就是了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客栈斜对面的四海茶馆，老板要出让，你想办法用最低的价格给我拿下来。好嘞，没问题。这事儿我再好，你可不要把事情给我弄砸了啊！放心吧，三姨太。
欲知吉凶事，请问胡半仙。欲知吉凶事，请问胡半仙。哎，半仙儿，过来。啊？啊？这不是东海客栈的少东家吗？你是想问卦还是想相面呢？我啊，是给别人算一卦。哦，不会是替夫人吧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还没成家呢。啊，那是谁呀？你别乱猜啊，我跟你说。哦。哎，白仙儿，干嘛躲着我？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没告诉我？哎呀，还好事，我看你要招灾呀。嗯，招灾？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四海茶馆。四海茶馆属于什么方位啊？西南。西南方位，属于卧蚕呀。你去看什么呀？呸！老子去那儿是发财，你这卦到底灵不灵？西南方向有灾星，你去惹他干什么呀？灾星？什么他娘的灾星？老子就要去碰他。哎，你不听劝，会后悔的。坏了我大哥的财路，我他娘才后悔呢。你走。嘿嘿，真他娘的算对了啊！果然有个灾星。你他妈说谁是灾星呢，孙子？说你呢！赶紧给我滚，老子有正事要谈。哟，还来劲了是吧？告诉你，爷爷我今儿就不走了。我他娘的看到你就烦。你他妈别干什么！不要什么！干什么？今天我他妈非给你点颜色看看！哎呦，队长，没事吧？哎，阿四兄弟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那都是自己人，动手就伤和气了。谁他妈跟他自己人啊？哎，别打别打！哎呦，喊他娘打我！嘿，队长，队长，没事吧？队长，别打别打呀！行，队长，没事吧？队长，来，接着来啊！知道老子厉害了吧？啊，不服是吧？啊，好，打！哎呦！
还有机枪呢，哟，不错。为了一个破茶馆，与和平军大打出手，搞出那么大动静。太君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怎么只说我不说刘叶明呢？刘叶明也犯有管教部下不严的错，我会找他谈的。你归我管辖，所以，报告。 进来。季文长，二位以后收集贾海的情报工作，就仰仗二位了。是，太君，一切为了大东亚轱辘圈。石班长，你处事干练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以后这个特高班长。 这个事儿跟你是脱不了关系。太君，他区区口喷人呢。石班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个哨卡的必经之路，就是城东公路。那里本是特务队负责巡查的，结果匪徒却大摇大摆地从这里过来，杀害皇军士兵。哎，队长，这难道不是你的失职吗？太君。 你说他是特高班长，你说地方这出事儿，他能不负一点责任吗？前天我就跟你建议了，在城东加强治安，我本来准备一个小队的警察上街巡逻，可是被你否决了。哎，队长，我并不是说你是凶手，可是您说，如此松懈的治安，如此不负责任的特务队，怎么可能不让那些敌视皇军、仇视圣战的匪军趁机混入城里？ 暗害皇军，好小子，你敢在皇军面前告我的黑状！赖队长，不要激动。太君，他放肆了。皇军士兵在城里被杀，和哨卡士兵遇袭，这的确和赖队长有关。 但是，抓住凶手才是最重要的。特务队是帮助皇军进行圣战的重要力量，不可以出现任何纰漏。赖队长要严管部下，负责城里治安，严查进出城的人。石班长，你火速调一小队警察，加强城东的巡逻。 Thank you.
守卫。